嗨，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Good evening, everyone. 欢迎来到夜莺的生态。Welcome to 娱乐开车的门神师。See you, see you, 那么就都是就开。嗨，yes, yes. Hi, hi. 等一下哈，计时器。备好了哦。倒数计时准备要开始哦。三、二、一，start。哦，这样子讲的要那个没有念上继承。ノートル、ママ？何これ？それが理由？哦，有这种，所以只要有用到那个。帕梅多的通通都会被控制。啊嘞？是这样子的啊。それはそうだけど。おお。ねえ。へえ。それただママちょっと很会讲话呢 而且怎么讲，好像把人心看得很透的感觉 大河内楼。不过上次断在那种地方，感觉这集准备要大开杀戒了吧？那个地球魔女不是都说要让 Sleta 然后 Gundam 是杀人工具吗？诶，他是这样讲的吗？Gundam。啦啦啦啦啦，爸爸。Welcome！什么时候才有我们 Bob 的戏份呢、啊？不知道这一集有没有？はい。ヤギミルク。
你干呢？何かね。惨了，你看呢，感觉在立起耶。你看呢，怎么感觉好像死期差满了？哦？哦，艾兰さん。お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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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変態！おい。おい。おー、ナイス。ナイスー、助かるー。あ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的四号 A 兰上啊？本当のお姉ちゃん？おお。嫁さん跟。아오哇！他真的想要把雷欧尼尔桑给……오, 라우다. それはそう
네. 사리우스 제네리. 사피나. 아, 审判者是系统还是？可是那个是针对 Gundam 吗？所以他不会受影响。但是如果 Alan 桑不把 Horakuto 开出他们的课痕的话，应该也不会受那影响吧？哪里个？哦，大家都想要先去拼猴子的。哦，花拉克托，哎。那 正好宝宝点数了，Alan 上，copy，我靠，哎呦，怖いな，哦呦。あれ？ああ、PTSD。他会害怕杀人吗？干掉呗！哦，来了，老大！哇，然后老大跟 Sleta PK 就对了。老大，我当初 Angelo 那种感觉。Gundam，屁啦，老大！哇！真的把两台干的给开进来了，屁啦！啊！哇，那比赛还没，我还没看。多年啊，暴力マシン，哇，实弹，哇，这把胸给拆了。太有意思了！啊？再见！哦，nice 开启。シャーティック。おい。
啊，那两台审判者，快来啊！あれ？あれ？どういうこと？那个人算是 Gambito 吗？哇！屁啦！这么个大台的也能？啊！你就注定要死在这里了。假装挨打。哦，看，外面给打穿了。这些东西，来打，姐姐，姐姐，喂。你是何等人？哦！哦！シャティック。へえ。他们只是为了把，只是为了把他干掉而已吗？原来只是为了想要绑走他们而已吗？哇！啊！お母さん。何のためにだろダメです。おお。おお。ユニコーン。あ。Sorry，哎，そう、なんで？
哦，诶，ありある。ガンドの未来。書き換えたいって。ああ、エリクト。那就跟大家猜想一开始讲的一样嘛，就 Electro 真的就在 Aria 里面。在彩虹的彼端。啊，Electro。所以既然这样子，就确定 Electro 跟 Sleta 是不同的存在了吗？那这样子，他说你应该有另外一个女儿，这样的讲法是，那应该是。Sleta 出生的时候，Electro 应该还，可是如果父与子终于要演 Bob 了吗？哇！结果 Sophie 上就这样子被 Gundam 的诅咒给吃掉了，终于，你卡内还是被抓出来了啊！不过怎么讲，Sleta 真的都被洗脑洗得有点彻底。
欸，那个时候还想说，是不是那个有把那个 Sophie 的 Gundam 给抢控制权？结果看起来好像也不是，那样子的情况到底是，强迫让那个 Sophie 的克衡也开到跟他们同个等级嘛？然后他就因为那个高等级那个太高的克衡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哦，下一集到底会怎么演呢？父与子，我们讲波波，我，可是 Shadig 这边才刚把那个他爸爸给劫走了嘛，然后波波这边也还没有演到，我今天要讲的父与子就只有这两条路线可以讲了，什么时候才有波波的戏份呢？好了，我们这周的。11cinema 就先到这里好了。那我们就下一周，下一周这边怎么演呢？而且学员第一个死人出现了，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回到和平的校园生活了。那么这段先到这里好了。心情有点复杂。就你看呢，你看呢，这样子也待不下去了。不过你看呢，应该已经被那个 Shadik 他们给接走了吧？在没有 Shadik 指示之前，不准先去自首，对。然后就被接走了吧？至于下次见到你看呢会在什么时候，你就不知道了。好啦。那我们就下一周星期23号，23号是不是有什么事？23号我们再来看吧。23号应该可以准时，23号应该可以准时。好，じゃあ今回の動画紹介は以上です。よかったらチャンネル登録と高評価ツイートの方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また来週 !See you next week ending! え、ロッチはチャープも今開通しちゃうかい。